园区内有一名猎人变异为原猎人，每五分钟裂变新增一名猎人。这怎么玩啊？已经有九个猎人了，真的好恐怖啊！但还不知道哪名是原猎人。全新猎人，那人是隐形猎人。隐形猎人，我的天！哎，来了来了，猎人来了！每三分钟就被封锁三座园林，园林封锁后，加速队员的躲藏空间将持续缩小。他现在就范围越来越小。第一个猎人，我现在腿都是发软，最后就十平米了吧。周一晚10点，全员加速中，2023。